老板，你是不是把杆啊？哪里简简单单的？看起来就是简单的听你在放屁耶，哪里简单了？我刚刚都翻了2次了，你跟我说你给我再简单，镜子还没改完。没有。我以为你都很早就打。我鬼咯。哦，我想说想把托帕先练完再打。然后因为活动打完，我想说顺便就打一下那个忘却之体。我托帕还没练完，70等的程度里。完了，过冒安安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玩了？我还在打红旗，啊，所以嘞，第10关，所以嘞，然后还你在呢？自动被猫安安哦，2只猫安安，啊，不是说你不能自动。第10关了，第9关不行了。他说：“你这次关可以呀、啊，那你还是可以呀、啊。因为我玩警员队啊，一大佬，你警员的装备比我好呢，你是大佬，所以嘞，我提防装备你好了，所以嘞，哎，贝尔安安，我就所问以你，所以嘞，感谢贝尔2个月的订你大佬，阅。听你在放屁，那男人在攻杀你3D 晕哦，还没3D 晕。快到我的家再跟净我流说哈。从现在还在仓库呢，笑死！露诺到家再跟我说啊。我这也是啊，我就装备一直刷不到。我只刷了2个装备而已啊，其他都没有。我已经刷了，应该有1个月了吧？你现在用得上的装备都没有。诺亚安安，晚上好。衣服的部分。Boss。我衣服跟鞋都没有。上去了。熊的衣服我都没有再看，到底有没有适合的？算了，没事啊，还减一，你可以蹭。没事，我去打王天师弟，还没打完。OK，你知道进来了没？要。先 middle street 好，我是左右啦，方案。哎，对不对？你看，Nice 也上来了，没事啦，我们直接进去呗。哎 欸，你怎么53等了？对，53等。你呀、啊？我没有玩。那你，这是上一次升的，对啊，啊，你奈安安，你叫我把我的崩铁的声音关掉，不然听不到。rank 102安安，哦，好亮！
OK， 还没进来。抱歉，我这个烂笔电。没事，这样才有。哪里？还有空档吃饼干。哦，哪里？没有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卡的，差点就懂字跳帧了，没看到灵球，晴天。感谢，哎，下次等到我在你的台的时候再谢就好啊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秘密。那是安阿卡德安，老板。OK， 啊，导弹却只停了。你这样手上在哪？哦，他在滑，他在玩圆。客厅不能躲。哇，在地下室。火头哎、欸！厕所门前面。哎、欸。嘟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还要嘟一下哦。还是在地下室？有没有可能？哎、欸，玩门。给找。楼上的，确实是玩客厅的。是他在厨房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丢东西了！啊，好好好，恶魔，跑，快跑！恶魔要杀人，恶魔要杀人！还好，还好，我拿出，还好我跑起来！还好你有拿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还好我切成十字架了，不然全灭了要。我就说嘛，蛮常遇到这种情况啊，来吧，开始，太明显了呢，害死我们的，而且我没有看到灵球，我没有看到灵球，我忘。音箱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是没有靠灵球。那边开裂，真的，你们三个应该都没了。对，我们三个一定了。我刚好在地下室门口，我还可以跑下去。我对，光，太扯了，第一场这么刺激，真的，第一场就这么刺激，靠腰。你们还要进去吗？我在里面啊。哪尼？不是选完就走吗？啊？不是选完就走吗？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胆小了？我一直以来都是啊。算了，好吧。没有恶魔的时候都是会这样子啊，没有不用怀疑啊。他不是低几率触发而已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挡三次啊。他进去拍拍盐巴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拍拍盐巴解个任务啊，冰箱弄一弄啊。这么危险？不会的。死就死呗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带好一根针呢。哼，怎么？你要继续给他赛跑吗？那我至少我是继续绕跑的，不是赛跑，是绕跑的。好，踩了。奇怪，我怎么看到客厅吐烟呢？哎、欸，哦，这里，相机有拿吗？我看有少一个，另一个十字架嘞，就在那边呢，在那边。被人挡住了，眼睛瞪大看一下。好。他说你眼拖。哎、啊！我现在其实理智还不会低啊，所以可以赶快趁现在再拍。老板。我本来理智快零了。没那么快。还有彩星的一个哦。
还没吗？啊，对。你拍过了吗？还剩四个。先过来拍啊。还剩三个。两个，剩一个。拍一拍，剩一个就好。好，好，慢。你上次也点了熏香嘞。嗯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、哦，那你帮我拍那个。拍人头。拍石头飞吧。是人头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有两个。好好好，那再看看。看看吧。等要把那边吗、欸、可以那个啊跟通灵板直接强制他猎杀对啊你在哪玩哎、欸、那、啊、你人勒、啊、我在这我在这嗯你玩我扫他我玩吗、啊、嗯你玩等一下等一下好了，别玩了。关灯哦，好奇葩哦。猫猫，还没开始。三、二、一、零。Hello。Hello。嗯？有了，那关灯。因為他刚很慢，是采盐，采到盐才对。我们快要傻了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事。啊，我奇怪为什么好像往你们那躲点去了，吓我一跳。好诶，饼干。好诶。骨头没有找到。你怎么这一次会想带十字架先进来？我一直以来都是先带十字架的、啊。哇，好用！我身上一直 都是手上拿着摄影机、哦，然后里面是带点阵跟十字架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配置。光空鬼不会怕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有时候觉得蛮好笑的。以前新手会怕，新手会怕、啊，被吓到。新手根本都不知道拿圣木多点，然后去烧去溜。现在会玩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圣木打火机永远都是真的。喂，永远的蛇。啊，我那根针留在里面了。啊？哈哈，怎么针都留在里面的？哎、欸，没事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我们就要卡在上了。有女魂有没有？没看到灵修啊？啊？没拿到骨头。啊？完了啊 ！No， 完美没了。好雷哦！谁呀？啊！好雷哦！谁呀？看一下啊！拍了没有呢？红鬼恐怖就只有恐怖在。会突然现行猎杀，那就没了。要不然就是鬼可能算冲很快，来不及。啊，就是他那个，嘿，然后等，就被吓了。对啊，停了脚步。尤其是那个亡魂就是他猎杀的时候会速度超级快，跑来找你玩。那恶魔就是随时会突然间猎杀。
突然间那个木头变得很亮。叫云安安，温暖。有在打忘却了。老板，不要打忘却了，老板。没有啊，是在分解装备。靠腰啊！我打都没有像你那么夸张。是在分解装备，装备篮板了。这男人傻眼。看见箱子。不是魔镜，不是通风。洞门，厕所，洞门，厕所，洞门，洞门，厕所，厕所，厕所。开东西？没有，丢东西。厕所，洞门，我听到声音了。骨头在蓝色帐篷，那个帐篷那里。他动这个门，就进这个。有那个紫光吗？可能还在。诅咒植物是最近这个娃娃，没有看到，周边没有，应该很久了吧？不是很快消失吗？是打印的脚印，五脚印三七点二，你说现在不能卡对不对？确实，对，嗯，帐篷，那现在不能卡，现在帐篷不能卡，骨头在蓝色帐篷，这里，为什么卡不上去了？是不是？可以修嘞，你可以尝试看看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。刚才没反应。比起用说的，你不如亲身试试。我听到有脚步声，错觉。哎呦，动了！我的脚步声吧。没指纹。哎，骨头，还是我直接剪？又动又动，还是没有。直接剪吧，我觉得。没有，不对，我音麦符，音麦符。音符啊。哎。嘿嘿嘿，你都进不去了吗？刚没看灵修。完门完门，紫光哥照一下。EMF 五，有 EMF 五啊。EMF 五，那我是讲了。哦，我听的是 EMF 五。魅影是不是你呀、啊？眼巴都不睬啊，魅影。他有没有有毒啊，有啊，你看有毒娃娃，我来了，快走。上集咧，我拿去拍毒娃娃了。上集拍一下那个灯。哎，这么久了还不急了。哎，你怎么得进去？这么久都还不急了。叮叮安安，运动感二次，你这64%，老板还在尝试耶，我的，那可以躲、啊。有，桃烈熏香。完门完门，地上相机自己啊，有三星，吃了吃了，闷你了吧？这样闷了吧？都不踩耶！我去拿，看我摇吓我一跳。去拿新的盐巴，多塞一点盐看看。哎、欸，这边、哦，对。理智57。嗯，我读掉。我好像有点低。哪一次50%以下？还开灯？有没有吗？有互动山，哦哇哦，哎，他算什么？他算互动哎、欸，45%了，哎、
还差一个，穿一张。哎，好，吹了。哎，没，哎呦喂！哎呀呀呀，拍满了，哎。拍满了，解构那个任务就好了。水晶箱，好，我在。哎，我现在看到你们的唱，我在讲。你怎么上去了？好，我上去吗？真用心想。你上去了吗？我不确定哎。其实不知道哎，我帮你关门吗？没有了。你想多拿？先回收一下。那你还有个十字架放哪 ？Hello。外面看到了，我的在外面看到了。安心好勇哦，那就没什么好怕的啊。会是黄心大大？啊，勇归勇，猜不猜得到是另外一回事啊。魅影了吧，这家伙太魅了。嗯，假的吗？真的？没有假的。刚谁关门？还是谁开门？鬼魂事件关门。那是鬼魂事件关门。哎、欸，怎么烧这里？那应该是他传送猎杀，传送过来，没有可能还没走回去，这么久吗？哦，一直在补呢。关门。他一直在玩呢、欸，我们这边一直听到噗噗噗。来了。六。好，厕所出来了。Hello， 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你连鼠标嘞？找不到了，算了。找什么？看不到鼠标。你的鼠标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？真的，要求能自己选择颜色。解锁了800块。全家可以更有代入感，让你看不到整形。什么意思？我整形。就是你。你看不到你看不太到你的整形，你就会比较就有点代入感。看不到整形很麻烦呢。对，它毕竟是个算是恐怖游戏啊，你画面中间有个整形绿绿的，感觉很抽离的游戏。
啊，起雾怎么这么雾？怎么这么雾？不是已经关低了吗？真的耶，好雾哎、欸！雾、哦、太雾了吧？有毒哎、欸哦！你放假了、哦？这雾感觉像那里面有雾的感觉。啊，里面在抽烟的妈的！哎、欸，在室内抽烟，要毒死了！哎，他这个雾真的是很奇怪。哇靠！哇，室外已经能见度已经快要降到零了。室内、室外的。他是怎样？他的放？是地上有光吗？怎样？那个地上是那个光线从地上照上去。好了，冷到了。太亮了。给啥看着？哦，对，工具房可以走。我刚刚在这边听到有东西的声音。我靠！有那个相机吗？拍啊！没有。哦，没有。没有人带相机。哪里？来不及的啦，在厨房。哦，2.9，去看一下我们理智有没有大幅下降。2.2，好像是拍窗户，不是欢迎哦。他好像是这边的、哦，这边的餐桌这边的，餐桌好像又拍窗户了。进场丢一次东西，鬼魂事件不是活跃度不算低，不上岸。产业产业啊！我哈气，我还以为是产业。哈气什么哈？实体哈。哦。哈老板是不是？那不是是鬼。我用一下通灵盒。那个雾天眼睛会瞎，没反应呢。用通灵盒的时候最好，最好怎样？就是让用通灵盒的人一个人就好。有啊，对，然后你就站在那旁边。有啊，你刚刚就是在里面，我一个人，我在外面啊。好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好像是自己讲要一个人，然后他走去房间旁边。不是，你在用的时候房间就在旁边、啊、不是，他一开始用的时候我在外面，他用了他说没有反应，我才说我好，我进来了。我想说放个十字架，不然等下是恶魔怎么？很长，还是真的差一点。活跃度很高呢，这次。活跃度这么高，差爷。鬼照。没什么力。感觉好像蛮差爷的，活跃度这么高。差爷的证据是什么？点阵，我记得好像点阵灵球笔记。哦，吹了。米莉安，你才萌，不要造谣。又吹了。
他吹几次了？我没有点，哎、欸，有点，哎、欸，我点一个。OK， 那就是一次。是吹还是不先拍？不先拍吗？算了。他拍两个。就刚这个吗？因为我看他的火有点 bug。对啊，那火看起来有点 bug， 到底是吹了还是没啊？好像是没有哎、欸，我按一下它这熄掉。我没有看到火，还是因为点阵的关系？知道哎、欸，看一下例子。哎、欸，导哥，你在哪里啊？你这怎么剩三十了？我躲起来，躲屁啊！给我出来！还在找郑俊宇就躲。骨头找了吗？还没。我正在找，我跑到主播了。关灯呢？哎、欸，你的理智太低了啦！平均58。靠，他刚吹了，没拍。你用一己之力，你靠一己之力把那个理智拉低呢，先生。我们还在找那个证据呢。我们不是玩零证据呢，先生。封围。那、啊、这样才能躲起来滑。哎呦！什么？请问有被反击大刀说中吗？秋官。有人三星。有拍到鬼，不像幻影啊！一开场的时候，我们全部都看着他，然后理智挺正常的，没有掉，没有掉很多。还以为门自己开的，我开的。因为我刚开门，没有看到有人在门前面。嗯。目前还是没有证据呢。什么？玉林吗？哎、欸，找到骨头哎、欸，好扯、喔！我确实是没有看到邻居。我已经从一楼逛到二楼去。我找到了啦，欸、我直接拿了。拿吧。阁楼现在在哪里？那个店长睡觉。笑死！繁星51，老板还有谁没撤通灵盒？你们两个对不对？我对啊，去撤啦。那就倒给先啦。Hello, hello. 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How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Are you close? Are you old? 熊猫君安安。Are you close?哎，关店长没有。关店长不是虚拟，他听得到，他不回应。开了。没反应啊？不是我通灵盒了。哦，对，他踩那个岩有照过脚印吗？有，但是没有脚印。没脚印。还差三张，而且没拍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老板拍了吗？来啊，我来啊。一来，一来，一来。又吹了。
干嘛啦？这我一看，礼貌。哇，金子，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敢迅速跑回来的？哦，我本来就在门外啊，我来看名字啊，一直哈，57%。繁星26%，老板39%，有没有？我这么低了？怎么了？对。哦，没事。对呢，我还没看温度。嗯。再看。啊，刺骨。忘了。好了。看温度吧。对。我刚刚没酒，没看温度。对啊，因为刚刚其实我在看，都还在5度6度。哎，这样子那个火没有测到哎。哪一个？还没有，现在没唱。就是那个蜡烛啊，没有测到。你说这几次也不知道。没事啊。对。没有，不是有事啊。他如果不知道，他已经吹几次了。已经吹超过啦、啊。啊，对啊，超过啦、啊，所以呢。嗯，所以呢，太美丽了。所以呢，他重置之后，他超过了4次。没有，他吹第4次会阻裂啊！他吹第4次会阻裂、欸。那你就一个点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反正十字架在这边。哪里可以躲？主卧的电闸房，好远哦。然后哪里啊？还是要躲电闸房？他帮你看。50。电闸房可以躲。你要来吗？你要来吗？电闸房可以躲，正在前往。刚好像听起来是白雾哈气吗？是啊，透明。哦，不对，本来就没有刺鬼了。烧了，帅到趴。等一下，一定是低于50。我刚刚出来的时候看50而已。哦，47。繁星面临的是哇，一直哈一直爽。哎呀，你好烦哦！为什么你是冲上51啊？40。换电闸吗？嗯。老板，你在干嘛？烧。哎，老板，你皮痒了吧？那个，怎么了？你在哪？我在洗衣机那边。哦，那么远啊？你在那边听得到脚步声吗？不确定。哦，啊。快丢东西！好，今天再洗一件了。对啊，太远了吧？远吗？
去你的！谢谢。有哈气。哎呦，烧掉。那。听起来有够像虐杀。对对对对，烧了就要等一分钟多了。对。这里门口的第二个。嗯，好。突然又很强哈气。可是到现在都这么活跃的话，又好像又不太像差爷了呢。因为没差爷，没差爷啊。对，本来就没差爷。对啊，不是韩文吗？很有信心呢，唱歌，没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是不是顽劣的恶魔？不是刚不是已经烧过了吗？十字架不是已经烧过了吗？哪来的顽劣？不是五十恶魔，对。哦，顽劣的恶魔。哦，来了吗？游戏哈！哇哦！一直看我哎！我没有烧，我没有烧，我没有烧。啊！几次啦？有没有五次啦？超过了吧？应该不止了吧？只怕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要不是没有你，幺五零幺才能真的哎、欸！那刚刚唱歌，要不是我关书关的慢一点，我直接烧下去。帮我关门哦！关门！哦，把门关起来。好，托利也杀。先听脚步声，再让他看我。哎，不对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关啊？也不用关灯。今天这才怎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韭菜的味道吗？还是大蒜的味道？好久哦，真的好久哦，26了。丢东西！哇，你在洗衣房听得到哦？啊，听得到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但是不是？但是要看丢什么东西啊？我听不到哎、欸。哪里？我躲在电闸房啊。我好强啊！有吗？弄到那个胖的安南老，会是老师呢？你才老师，老板你可是我们的老师哎、欸，当初是你教我们玩的。彩岩，不是彩岩，彩岩。哦，彩岩。嗯。丢东西，玻璃瓶吧，应该是。我是不知道把十字架拿过来。没关系了。你不要玩门，求你了！这烂掉了，还有个十字架嘞。这里吧，这里坐稳一点啊。带走。带走。哎、欸，关电闸。好，他关电闸。再开，不玩。有一阵子没进来。是啊，很久没看到你。嗯。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我下面又忘记开了。有没有可能？他换房间了，哎、欸，没有电。哎、欸，快递啊，想尿尿啊。就是 Grafton 放炮。想去摘花、啊。完了，我觉得他在我附近也完了。我又失线了。他、啊、位置吗？满的。他好像在我旁边的，那我可能会被面裂。嗯，还是你想跟我过来，老师？
这里还有位置。蔡老师，我不敢过去。那我带着十字架过去找你。也可以啊，你敢过来没问题、啊。我敢啊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有。我不敢，我不敢过去、啊。Why not？ 走错了。你在哪？我在这里。哎，你好。走，我们去电闸盘。走。那你要不要？走呗。好啊。反正我等一下有音箱。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。都不利。诅咒道具强制猎杀。我们诅咒道具是什么？我们诅咒道具是什么？不知道耶，应该是没有找耶。没有，没办法，一开始看到鬼在这边，就直接在这边看。对，然后就忘记找了。好笨哦，我们。突然间要找诅咒道具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诅咒道具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他哎。裂了？没有吧？裂吗？没脚不伤。裂啊！是裂吗？乱魂？裂啊！不是裂啊！我们鬼房那边没有闪欸。没有啊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？没有哦，来，他靠近了，他应该是在房间那里。脚步声，我听不到。Hello， 哎，结束了。没有了，结束了。那你？哦，反正他换鬼房了，换鬼房吗？那走。哎、欸，一个人待在那个门口，帮我们注意看猎杀的没？老板在那边呢。哇、哦！我在车上，三度听不到脚步声的。他有那么远吗？他好像鬼房没换，鬼房没换，鬼房没换，鬼房没换。我刚刚没有听到很多脚步声，也很听不太到。我完全没有听到。白痴哦！这是 event 活动，这活动有东西。哦，我该不该关电风扇啊？关，好润，关一下好了。好冷，他声音感测，嗯，是改小声了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裂了，哎，哪来裂？速度很快。哦，我杀他了，我杀他了。还魂吧，很快，还魂了。好妖啊！他为什么看得躲得这么进来啊？很恐怖欸。完了，再来一轮就没了。没事啦，我帮你挡。也是，你陪我走。你要怎么帮我挡？走啦。你要怎么帮我挡？我如果他真的没真的什么的话，我们就两个一起凉了呢。他是连杀的。不知道，说金子走，跟我下来。完了，没有。他的速度没变化。一安安，速度没变化，不像他们。他这也有可能还没有走出房间。嗯。满的。哎、欸，阿郎嘞，过来。嗯，怎么了？找一个没在车上啊？难道死了吗 ？OK， 不要再忘却之庭了。我都打完了，你怎么还没打完？这样，我失败了两轮，我都打完了，我还手动呢，你是自动哎、欸。好了，有那大法师了，好亮哦！不打我就超亮了啦，在雾天的时候。怎样？怎么这样？猜错了？是鬼啊！
他白雾哈、欸，还是没现形的哈也不算，还是他那个不是白雾哈？哦，哦啊，那你脚步声也走那么快啊？算了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气死！那赤鬼是拼快的吗？对啊，赤鬼不是拼快呀？赤鬼赤鬼的脚步声是正常的，常速啊！我去尿尿。哦你，我也要去厕所。可以开始，我尿尿。哦，谁忘记调了？完了！调什么？完了，我们要玩 Outlast。哎，小。哦。反击。哎，是。我们要玩 Outlast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看那个头灯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疯了哦！这个夜市真的是很烂哎、欸。好乱啊！为什么？所以我在讲，我们玩到那时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有人补错了，是不是？哦、嗯，想要自动的那个，弄好吗？嗯。我直接加三级。尤其是猎杀，你按的时候，你要听他声音。哦，那时间，哎，很久没玩这张图嘞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卡点地图啊。他太常卡点了，卡到不太想玩了。要。电脑房可以躲。你砸开了车库，可以躲。哎、欸，你走廊不能躲。哎，嘟喽嘟喽嘟喽。玩门，外走廊可以。哎、欸，指纹，好了，指纹。来，指纹。走廊吗？那个对。有指纹。好。有指纹，我先赶快放个十字架。嘟嘟娃娃。你有开灯吗？开了，对不起。灵球我没有看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突然吐了，什么事没发生？没有了，我刚开机，关一下灯。他刚开机会这样？对啊，之前就以为是鬼房，在一开始不找到。哦。我怕你什么脚印要睡了。再看一下。指纹没有五个，不是换鸟，还没有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换鸟呢？确定一下，九度，鬼吹灭火光，又动门，又动门吗？哪个门？这换妖吗？哎，里面人。鬼房是这哎、欸，土蟹对，是你啊，是里面哎、欸，可是外面有、哦、婴儿房，放了，想会不会瞬间出现六个？嗯，有可能啊，但是还不知道啊。刚好照吗？照什么？为什么有一等呢？他可能消失了。就是说有人那个啊，有人补那个啊，补进去的、啊。又干嘛了？有三等又一等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厕所啊，我没听到啊。
然后哦，两个肉蛇人。哎，你没有看到骨头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没有找，我没有找。再找。一二多完。哦，客厅我已经快瞎了。哎呀，他来的。诅咒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吗？诅咒娃娃，六彩人。外面的也闪了，正门正门。关门。六子好。六八、欸、六对六。换腰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骨头。找啊。下。到。哎，拍到六子了，可以。哎，林秋有看一下吗？还没。我看我看我看。哦，你这还很高啊，82%。没林秋。我去拍一下诅咒娃娃。跑客厅来了 ，what the fuck？ 有脚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张哦，我有一张卡哎、欸，一张卡。那个是万圣节活动的吧？讲的是。哦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你里面有脚印，帮我拍吧。哎、欸。刚才去拍那个。好了，拍完了，拍完。红石任务啊，还差骨头没找到。你是低于25%，我在浴缸吧？可以走吗？完全可以走。没有。电脑房可以。欢迎安安。哎、欸。去搓一搓。可惜不是通灵版。单车变魔都。通灵版的话就可以直接问他了。为什么？骨头在哪？骨头卫士啊。哦，对耶，骨头哎，地下室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全部看完了，我都没看到哎。理智70%，地下室可以。插灯喽。嗯。骨头的。哦。应该都不会放在柜子里吧？柜子里应该不太那么坏吗？那不会吧？啊，自然安安，朝内朝内，都不掉了，那是电，真的没找到。找诅咒道具没有？找骨头。诅咒道具已经知道是什么了。骨头在玩抓迷藏啊，找不到啊。太扯了吧！太扯了。哎，我找到了。哪里？在哪？第一房。我靠呗！笑死！靠！我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了。
哎，夜视仪下面那边超级亮哎、欸，对，那边超亮的。我刚开始用夜视仪找，但是夜视仪根本看不到。我也是带着夜视仪找，找不到，所以我猜我是用开灯的方式，我就看到了，差点就走过去了。你在哪屋？其实没有夜视仪，还是看也是有点看不太到，它有点保护色，那边白色的那边。有点保护色啊，现在是更剩下理智。走廊吐烟。啊，哇，我换出来了吗？走吧，来玩。那你外面不屑？你在这玩吗？对啊，没关系啊。看了，多了。六个手指是什么？换腰啊。另外两个要换。换腰。两个要降理智吗？换腰，换腰是。你们在降理智了吗？换腰是 Unreal 的下面那个，我在外面啊，你们玩呢、啊？那、啊、你现在理智多少？欧巴给。我们的理智。对啊。你我记得我刚刚看你的理智好像最高的。我吗？可能我开错好了。奈斯58，你跟老板差不多70。为什么那么高？我低你们一点，73。那跟你说吧。为什么那么高？不知道，蛮好的。开心，我开心戳烂了，戳了。关电闸、啊？没有，灭杀了。他组那个啦，三级的那个挡掉了。哦。还戳完了。看他那头在。繁星的理智剩下11%，50%了，猎杀了。好喂，饼干。啊，忘记拿摄影机偷看，现在才去了都来不及。你好，几乎看不到你呢，裸男呢，太黑了，看不到。在地下室。结束了。还没进任务。因为我理智高啊，谁理智高？我啊，你也进来啊？可是你们刚刚三个都，可是因为你们刚刚三个在里面，我不能进去啊，进去就没有人看了。哦、没关系，进来不用看啊，按 J 就可以看到25%。不是，就是没有人帮忙看，就是猎杀结束了没？哦，也可以不用啊。这么危险吗？对啊。那我看，要去冰箱吗？哦，嗨，嗯，就待门口就好了。你可以用摄影机插进去看，嗯，然后就组列了，看它有没有变形。关门。你啥？啊？对啊。怎么没小不死呢？哎，又开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刀。那就不是你啊，他只是个人事件而已。到了，到了。可以找到你们两个。
其实25%已经解了耶。走啊，过来啊，很快啊，20秒。还，哎呀，这是猎杀吗？是吗？鬼魂事件。还是等他猎好了。哦，我拿。感觉有点可怕。杀气。啊。镜子秃头，怎么我秃头？乱讲话！好，镜子不要动，你看我死光盘。啊！剃平头。哎呦！这是你啊！我的妈！怎么我的头发没了？我就说我可以从这边看你们。哦，说我头发没了。我秋光。啊，秋光了。还是我现在烧他？哦，我熏他了，我熏他了，来吧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有有有有有。他唱歌的时候熏的。好了。盖哈他妈的，他在那个 Ghost Event， 他直接在我的前面那边直接放很大声，我直接What the fuck？ 在给他洗是不是？冲啊冲啊！而且他开关我那个门，你知道吗？他开那关了，就那个就走廊很不喜欢走，就是要跟他玩啊。对啊，内走廊还好一点，外走廊超级危险的。对啊，要么开完给我自己关，他妈的开关的先。等一下，我是拆女妖、哦，我是白痴哦。啊！有人选错了。不是白痴、喔，有人选错了，此药非彼药啊！我想说啊，零，零，该不是说六个手指吗？嗯，完蛋了，太久没玩。此药非彼药，我刚刚还有那个老板问的时候，我刚还有说是怨灵下面那个。但是说英文的，要老板用英文的。我好笨，等一下晚点要被嘴了，波西好笨，波西怎么选错了？波西还在讲说换妖，你勾女妖，还是我根本没勾啊？死妖，还是你都只听到妖字。还是我自己讲的哎、欸，六子六子六子，换妖换妖换妖，不是塔罗 ，Go Go Go， 成功成果，开门，我头在车浴室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厕所，不是浴室。我外面的柜子可以躲车库的。哎、欸，我都在厕所嘿、欸。啊，电视开了。我看起来很，摆得很好。走进去看到有个头骨看着我。钢琴房，不然就楼上。哦，钢琴房15-14度，那楼上吧。楼上走到？嗯。喂。哦，是吗？直走左转。钢琴房上面这里啊。对对对，这间。测一下温度，17度，16度，14。外面是14.5。
时期。鬼房呢？嗯？鬼房不在那边吗？嗯，不，我想，哎，这边这边，同一个走廊到里面的睡房。那东西呢？翻一下我丢的，我放的东西。走廊吗？里面。睡房。哦，踩了，踩了。有脚印吗？啊，这里。对对对。哎，真的哎。没脚印。脚印吗？没脚印。那不是幻药，不是魅影。哎，开吗？哦。对，他开的。确实没有，他开灯，开灯不是梦魇，不是我疑惑，是疑惑，那怎么会走那么远？还是觉得这也不会太远。灵球吗？哎，灵球，灵球，灵球，去，我看灵球。好，我先通灵痕。OK。没反应，这个东西不知道丢了什么。抱歉，有女妖，活跃度普普，没有很高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old? How old are you?Are you here? Are you kind? Are you kind to Sunshine? Do you want a pizza? Do you want a burger? Big Mac? 他只有听到他，他比较喜欢听音乐。3.2，丢东西显示2.0。Stacy 啊，那是进来。1.5哎。哦，没有。关门。吹蜡烛。吹了两个。我开个灯好了。1.0哎，好像持续在叫。老板，你现在在车上吗？嗯。你是多少？我62，繁星64，奈斯64，你80。平均没有低过一。平均69。好像没有。65。69、65这样。还是这样。那雷魂已经开始有机会猎杀。没有再往下掉了。应该不是。应该没有寒门。有谁呀？照片拍满了吗？拍满了。下班辛苦。下班之前有点过那个火吗？我没有，我都没有。那其他人呢？没干火。哪一个？我啊。哪一个？我有没有重新点过？哪一个都不重要。你有点过火吗？有没有重新点过？没有啊，两个了。你有放过吗？我前面放一个，我刚放一个在里面啊，最里面的、啊。
哦，OK，那不是院长，像院里，有没有可能是妖怪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哈气？我的是耳朵好像被包住一样啊！现在变成这样子了。哎、欸，好怪怪妖的。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有点危险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联系他。对。连他，很危险。哎、欸，没有刺鬼了。我可以查。Nice 51，繁星55，我57，镜子77，金剑听。58，62。嗯，很刚好啊，可以顺便撤离呀、啊。我就待在外面呢。Nice 跟繁星可以找地方躲一下。顺便可以撤离呀、啊。沉默。我刚一离开他街，那个哈杰出现在我前面。害我直接加速跑在楼下。正逼逼，操干他龟啊！繁星灯关嗯，我有关吧？欸、真的、欸，别偷开我灯。到现在都还没有裂。对，这里是你修好了吗？这里上次好像有人这有死人吗？真的假的？有啊，冰箱才死人吧？我只知道这个。客厅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有啊！上次我跟高高就躲在那边了，直接冲进来把高高抓死了。一定有人在拼。没有，我们都没有开灯。他走过来，然后直接把高高抓死。然后我点了圣木，说我没事。好给人呢？躲车库、哦，车库、啊。哎，你怎么躲进去里面了？嗯，对吧？不是，要测女妖啊！你进去里面，到了三个人，怎么知道是不是女妖啊？怎么知道目标会是谁啊？他是不想要拉低平均理智啊？我说你啊，对。我当时也是听不懂，啊，后面才懂。哎，躲啊躲！哦，什么意思？不能躲在车库吗？啊，不是，出来啊！你先出去，来，再解释一次给他。你出来啊！哎，等一下、哦。哎，烧了。对。39%，40多%。哦，你说我出来外面是不是？是。其实也没有关系的，没关系了，已经。因为现在已经确定，就是他是50%以下猎杀。再一点就是，如果是女妖的话，目标会是奈斯或繁星，不会是我们两个。然后这个时候才裂，不太像雷魂，有一点像亡魂。就烧，好快！烧好烧慢。我的鼠标嘞？觉得不像雷魂，像亡魂一点。先看看脚步声吧。嗯。哎、欸，楼上有电器产品。三个。有三个的脚步速度，脚速是有影响。开灯吗？那、欸、你现在名单有谁？有谁没有？好，现在只有零球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的那个嘞？我的名单。除外的。还摸不死。有妖怪、雷魂、女妖、亡魂、幽灵。哦。不是梦魇，不是寒魔。怨灵跟茶叶。不是幻妖。幻妖，好。好了啊，差爷还不确定啊。
骚。哎、欸，我总觉得他声音真的好奇怪哦。玩手机。听起来好闷哦。我觉得是不像女妖，其实不像女妖，不像雷魂。他没有唱歌，到现在都是哈气居多。关门。哦，我真的听不到声音哎。哦，他爸爸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了耶，人真好，还不是鬼真好。啊，原来刚好开收音机吗？有啊，啊，超级吵的。哎，完了。你们这。我的耳机不是你们在楼下听不到啊？啊，那次有听到啊？楼下怎么听得到？没有，没听到。哦，那就好。你们在楼下怎么听得到？听不到的啊？啊，可是他刚不在车库吗？啊？哦，他在楼上是不是。他不是在楼上吗？他在楼上啊。我是透过手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嗯。慢。慢哎、欸。亡魂。我超慢哎、欸，好了。亡魂，猎杀点燃熏香哎、欸！可是是代表断的，你们敢？你们敢那个吗？冲了！可以，我可以，好好好，关灯了。哎、欸，他还在乖哦，嗯、乖喽。我上了。这边好危险哦！好扯哦他。结束了。他上完继续往前走，还要蹲。哎，对的。不能再低了，等我跟镜子几个人再进去。没有，我们两个一起进来啊，汽车库躲。啊？对，不要躲那个了，好恐怖哦。我不要了，是不是？他怎么还笔直走啊？你们两个出去。你们两个出去，你们已经零了。然后可以顾一下门。啊。就是看他有没有裂。道君，你不知，我其实根本看不到你。危险险！我靠！我好晕哦！不玩了。亡魂啊，还真的是有被猜对。我刚才说就是感觉像亡魂，不像雷魂，不像差爷。哎、欸，已经25%以下了耶。好了。烧了！哦，这次我选对。虎子安安，不远安安。亡魂。也完美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猎杀时长30秒。嗯，谁带到了？好像是我。等一下哦，我刚刚看到他升级，我来点一下。好，到一等的。哎、欸，那不是我。对，好了。好了。
哇，你越来越快了、欸。老板，你好快、欸，老板。好扯哦，你们是在开车啊？好不好？老板，你好快。No。老板，你变快了，老板。你才快。拿你手上那个嘟他，快点。不是通灵骨头在厕所。正常开呢。哎、欸，车库可以。他动车店长门，他动店长门。啊、哦，是吗？在车库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土烟的土烟的。有那个吗？紫外线照一下。照照。这个、哦。人太晚了。好吧。走错路了。嗯，小透明盒。我去找骨头。厕所，厕所。哦，楼上吗？楼下跟那个。楼下，楼下，楼上是浴室。哦哦哦。哎、欸，好久这边没有鬼帮我们在这了。阿门。彩烟，彩烟也没有。OK。刚刚没看到透明盒没反应。面采烟，他都不回耶。他不曾使用身上。怎么了？啊，还好还好，有拍到互动，精良了一下。他来惊人诶，很恐怖啊！哦，我的心，哇，他又修，女妖吗？女妖的话，点要点正诶。我人在这里。他在推，你在这边大，可是刚刚单人我也没有回应啊。有拍到鬼的照片吗？没有，刚刚是要拍啊，就互动啊。给这点这弄圆弄圆。哦。哎、欸，那很像女妖呢。他超像女妖的这样子，小心！他唱了两次歌，然后在我跟房间旁边唱。看，目标是我们两个，其中一个。好，希望是你哦。礼貌。好，希望是镜子老师哦。哎，你一定五。差不多58%的耶，你先撤好了。哎、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那就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去躲啊。哪边可以躲？房间先躲，然后其他人出来。我哪边可以躲啊？看，那简直超好笑哎。帅哥可以躲啊？柜子里面没问题，柜子里面没问题。你躲柜子没问题。哇，他刚刚如果是那种裸的躲点就会担心，但是车那个柜子的话就没问题。老板，哎，出来哦。你知道我刚看点阵，他是在那个
柜子门前面一直在走，然后我以为是谁在里面。怎么了？在测女妖啊。因为他很像女妖啊，现在这个鬼的表现。目前有哈过吗？他目前有哈过吗？看来是没有。嗯，看来是没有，没有哈过，不太像赤鬼。首先不像赤鬼，他唱了两次歌，好像鬼魂世界目前就两次，两次都唱歌，很像女妖，还连唱的那种。活跃度普通，太像差也，除了唱歌这点。又出现了。嗯，出现什么？点阵吧。点阵吗？对吧？哦，好。我第一次我进去看，我要调那个相机位置了。然后看我眼角有个人在那边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三十六，一个人装备没拍完。哎，我看到点阵了，他朝相机的方向走。对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如果是女妖的话，其实待会目标。目标躲起来就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在鬼房外面。哦，在鬼房外面。对啊，我用收音机收声音。这么勇哦？勇啊，勇给你看。嗯，你已经三十多八成这么久了，都没有猎杀，该不会真的是我吧？停止进去吧。好。红。那、啊、你进来，算了，没事。不是我听到那个他卡关门孔，我听到那个门孔的声音哎。他有关门、欸，我先拿东西。幽灵，确实是有幽灵，没有错。对他把门狠狠的关上哎、欸。房间里是有扣吗？没有。目前怀疑对象是多了一个幽灵，爱唱歌的幽灵。哎、欸、哎，关电闸了。用给谁看哦？我不知道。我进去躲躲看。安、啊，我一二、啊、嗯二二、啊，要不顺便带个火关回来？没事。不是没事，带个火光进来、啊。有啊，地上有啊。那怎么没吹？因为没有点火、啊。你打坏。超玻璃的声音。要帮你开灯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开灯了，你这就掉不下去了。嗯，吹到还连吹，嗯，嗯，怕玩电闸的门。我的灵是多少了？五十四，平均四十八到五十二。哎、欸，那我还要在里面吗？可以啊。好啊。因为你已经五十趴以下了，其实。玩门。没有孔。
进阶48。又完了。哎、欸，准备喽。没有孔。平均50以下。干嘛？开你门？他玩我的门。他刚点正直接往你那边走了。哦。哇靠！糟烂。四十，进阶四十，平均45。我有，然后因为他点正在你隔壁柜子呢。你关了吗？我关的。为什么可以关隔壁的柜子？啊，隔壁柜子不是我关的。照片没拍完哦、喔啊，你讲一下哦、喔。隔壁柜子关了呢。哪里？果然是他关的吗？他刚在里面呢。他关灯。好。好。镜子21。对，他已经裂过了。这不是习惯、啊。怎么连续玩了两个门？那他关我门，我撞到，结果门又打开了。哦。有多好好？30平均。我来了。哎呦！哎，这手。哎，糟了。36、30。叫明恩，你才老实。进去领了。嗯。你们两个有谁要进来测那个女妖吗？站在外面看她会不追你们。哪里外面？我不知道。哪里外面？可以站走廊那边，走廊那边有十字架。如果真的往你们那边走的话，赶快冲下去，有柜子可以。你说冲下地下室吗？对啊，地下室有那个下去两个柜子可以。老板进去了，因为如果是女妖，目标只可能是我们两个，而且我的可能性超级高，因为繁星刚刚维持在30到80很久了，他都没裂。哎，现在目前的话看起来有点像是幽灵发动的能力，但是又不确定，可是他又很像女妖，目前来看感觉像这两个其中一个。外面的走廊的那个，哎，我好希望他的点阵不要那么吵、哦。Is that me? No. No. 没有，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。如果是女妖，目标会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。吵死了！关。追追。嗯，老板进去了吗？这是脚步声。老板，我的哦。啊，脚麻。啊。Hello。Hello。老板有在看你吗？有，他追我啊！幽灵吧，那就是。
就是幽灵。那你有带熏香要烧？哦，有有有，烧得很棒，超好的，你很棒。直接朝我脸撞过来。现在拍照了。但是你注意一下，那个结束了没？结束。啊。结束了。拍照拍照。结束了就要赶快拍照。不是在拍了吗？我没拍，我都没拍。两张。我没了，我拍完了。哎，不对，外面还有个十字架可以拍。好。好了。哎，有关门。哎，有啦，孔了啦，幽灵啦。走了走了走，终于孔了。不是很确定他孔了啦，幽灵幽灵。幽灵 Phantom。啊，不是吧？哎，幽灵不是幽蕊吗？幽蕊，中间的中间。他躲上面呢。有啊，看到。哦。好呀，好，我没有靠近车库。笔直往里走。哎。直的往我的身上走。你知道躲哪边？地下室吗？对啊，然后直接烧，直接冲，拿着打火机跟着走。烧干他不会。能力三次，三次，确实有听到一次，然后刚刚一次，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如果不是速通的话，这场应该最后一场。寒冷午夜，下雪。继续啊，好，好，我是队长，不下工具房，现在在，现在在那个大厅，哎、欸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我到了。不，在这边对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确认一下。松果、啊、骨头在厨房过来，厨房去工具房，左边的厕所有东西吗？你看一下办公室，办公室是不是办公室？你来看一下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可能在楼上。办公室，你是不是有毒啦？嗯，啊没有，这里，阿志宁在这里。吐信了。不是因为外面很，啊、不下雪吗？下雪是3.1，电闸开呢，电闸开。哦。其他地方温度都回温了。2.6，2.3，其他地方都5度以上。OK， 那确实是那边。开风扇。我没看到灵球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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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有可能是它是浅的，我看到。然后是白钢。再确定一下好了。没看到灵球。没反应。八四女魂。嗯，错了。有杂音吗？欸，目前没看到。没有杂音，有杂音。那个女魂。那个女魂，不是那个女魂。喂、欸欸？啊！卡 bug 了 ，bug 了 ，bug 了！你把手电筒丢掉。因为我们两个同时拿手电筒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笑死。我想要滚就滚了，那为什么手上有东西？怎么手上也有东西？
应该是没有了。有了。灯。啊？哎、欸，吹了吹了，还缺两个。欸、差两张，谁要拍？我怕我拍到。我拍了很多，我不敢拍了。嗯，我也没拍，但是我拍了骨头。好，我拍骨头了。嗯。这谁要拍？哦，来一个。老板没拍吗？啊，没拍。那我拍。我来拍。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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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了。没兴趣。温度还有在降，我刚刚最低有到 2.6 了，这里有 1.1 1.0 吹了，诶，两个一起吹吗？没有吹过，一个而已。哦，不是燕翎，因为刚刚那个是第三次，嗯，所以不是怨灵，你可以退，可以去除了。看看是你，玉灵。玉灵的话，奶叔可能，嗯、奶叔可能要出来。我是玉灵吗？我刚刚用眼，每个人肉眼看到不是人，肉眼看到不是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肉眼看到了吗？有点震哈。对。对。点震，肉眼看到，有有。刚一样。有有。哦，又吹了，嗯。没差，反正不是怨，是怨你。对啊。活跃度不是很高呢，不像茶叶，不像是。大爷色鬼都太像。哎、欸，楼梯下能躲吗？你敢躲的话可以躲。我现在恐鬼症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？这个缝好像有点大。我八十七十八。躲后面呢、啊？那个工具间那边的。工具间，你是说？你从外面绕到后，绕到那个房子的后面，哦、开门进去。如果那边有的躲的话，那边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边可以躲。那边可以躲的话，那就可以，那就可以躲那边了，因为那个是柜子啊。哦。躲在那种有门的会比较安全的、啊。哦，看到了，门都开着。而且这个离门很近。要开始降梨子了吗？是，梨子好高啊！我没有蚊子。再一个人进去吧，谁要进去？可以去工具那边躲，安全一点。可以来我旁边。旁边。那我想要看。赤鬼，或者是幻，还是老板你看，我去看李子。嗯，好的。给你摄影机。有需要穿墙的时候可以用那个看。
目前个人理智繁星跟奈斯66左右，平均还很高。哎、欸、，Kelly，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外面看这里？你的洞为什么往我这里飘？你那边飘的马萨卡是女妖，你是目标。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鬼魂事件呢、欸。我看到他都自我自己飘过来。你也是啊。我其实不太确定是不是不是像不像你聊了。没鬼魂事件的话，没鬼魂事件，鬼魂事件很少的话，也没办法排除。只能排除不像赤鬼很差，不像赤鬼差耶。吃饼干。50%以下呢？你们两个，平均还有67。我下去拿饼干吃。等一下你在拿饼干的时候躺地上就好笑了。他玩门，他把门关注意一下。哦，玩门而已，没有空。他 DOT 跳一下。不是大佬，大佬是隔壁台。不对，讲话。哦，他讲话了，就是他，没错，拜托笑，拜托笑，你没听到谁偷笑的谁啊？对啊，他回我了，大佬回应，没有没有，大佬是黄金，你看看他都四转了，也是黄金，黄金，他是 Fussy。是你要看，我猜错鬼魂的次数比你应该有好几倍了、欸。来看一下，手册。那你还有你还有走出进去进去出来在玩猜鬼过，一定比我多啊。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只是爱玩啊，我不一定想啊。来聊，误判鬼魂747，判明鬼魂484。都是正常的。484，对啊，我找到的鬼是484啊，啊，我找错是747。你有记错刷过等级啊，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不一定强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都已经20%以下了，至少如果是女妖，目标不像你们的。平均还没有到50%以下，死亡次数95次，你多少啊？我一定是少啦。我看啊，我想听啊。死亡次数18次。你多死几次就不会怕鬼了。每一次死亡。哎呀，你那个待在车上多久啊？我早期在车上超级久的。多少多少多少？待在车上的时间是43小时。我21小时的、欸。调查总时长173。啊、你知道在车上面我待多久吗？25个小时。我21。你说你调查总你调查总长多少？调查总长是173。173，我109啊。嗯。不是你啊。哦、因为他正常50%电。好。我才73而已。你们都大脑。屁嘞。你是没时间玩好吧？对啊。
你的时间都在打那个手游了。我猜错鬼的次数87。那个数字非常棒，千万不要再增加数数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死，但你一定要猜对。没错。是不是鬼？又烧了。还问他不是鬼？他谁？我听得很远。好远。一定是他，你们两个啊，我们在外面呢、啊欸。我啊，我们两个听超远的哎、欸。欸、我在外，我也听得到哎、欸。一定是他你们两个，不可能他我们两个、啊。我就说他音效是有改啊，闷闷的哎、欸。好奇怪呢，好奇怪呢。被杀最多，我被哪个鬼杀最多次？就是差爷。我是幻影哎、欸，就知道幻影真的很机车哎、欸，要绕他消失一两秒，看不到在哪就死。又烧，被杀最多次怎么看？你就那个啊，你看啊，宿最后一个啊。我宿敌是空的哎、欸。啊？为什么？大佬没有被杀。你是比较平均。哦，你是刚好都各一次。啊，那下一页的下一页最常碰到的鬼，我宿敌也是没有。幻影变幻影了。哦，你也是幻影。嗯，变幻影了。我两个都幻影。我现在是月灵耶，我现在。我是差爷。我原本是魔龙一嘞。在鬼房里面待了54个小时。鬼房里面待了25个小时。79小时。脚步声没有哎、欸，他走远了，我有听到哎、欸，往长我刚刚从一开始就没听到哎、欸，是吗？那是往长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听不到，有了有了，我听到了，长速，又没了，应该结束了啦，没有还在，哦，老板看得到吗？可以开啊，门可以开啦，还没看到啊，没有看到。我开灯了，不夸张了。黄树鬼，雷文还是先飙闪好了，但不像。哇哦，被唱歌了，被球关了，可是不是女妖啊。哦，他球关，可是他不是女妖啊。啊，幽灵，幽灵幻影。要六鬼了，还有妖怪啊，雷魂我还没删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像啊。他在我们这开裂，对啊，啊，就是从你们这边开裂吗？尝试，应该是鬼魂世界还没回去，然后直接开裂。Hello。Hello， 不理我、欸。我是幻影哎、欸。我就想要看幻影啊。先生，你的手挡到。Hello。我看到我刚唯一看到的那一次，他的闪烁速度很慢。唯一看到的一次，但是就只有唯一一次而已。可能还要再看。不会是雷魂啦、啊？那不然你从这边看，我去他们那边看。对，应该不是人魂。对、啊，因为我们手电筒放外面。开个灯啊！关电闸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关哎、欸。没有，电闸没关啊。哎、欸，裂了吗？我关了。哦。我关了。哎、欸。裂了。好像真的裂了。有吗？你看它，你看它速度。Hello?我看了一瞬间而已。Hello。他上去了。啊，嗯，我这边看不到了。Hello。他上去二楼了。Hello。二楼。哎，完了、哦，结束。他出现我，
在我脸上一下，然后它不见的时候，我转过去之后就看不到了，应该一个 bug， 看不到它上楼梯。我觉得比较像换你。嗯？电闸坏了，帮我开个好不好？敢不敢？啊，不是在那个大厅那边吗？啊对啊，你们离比较近啊，我在厨房。Oh my god！好，我来。哎，你的鬼魂猎杀是调高的，不对。是，哦，好。Hello， 你可以就是躲起来。进啊，要看幻影啊。躲在那个钟塔后面吗？你敢的话，那个缝很大哎、欸。快点，有人要下班了，十二点。Hello， 靠腰哦，谁？老板啊？觉得一点不像。为什么不像？你要靠腰？靠腰哦。那麼像我的画面里全都是你的脸。那灯可以，我真的硬玩到。那怎么？丧尸迪安安，哎、欸，精神病院玩完啦、啊。突然不练了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礼貌嘞！哎呦，靠！啊，我没手电筒。是哎、欸。啊，不，手电筒，我没有相机。我没有手电筒。啊，没有，刚捡手电筒、哦。红灯呢、啊？镜子里怎么在有？那表示你该猎杀了。哎、hey, ，Kelly， 有不行。刚说听到有人骂脏话。No。好 K、哎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还没烧完呢、哦。对耶，他还没烧完呢，最后一次。这是最后一烧，对耶，还没烧完呢、啊，我都忘了。哪一根啊？没了，已经烧完了。哦，刚刚那是第四次，刚刚那是第四次烧完了。哦。哦。哦。我、哦、上那根是什么？这个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来了、哦，换你啦，超慢的，哎、啊，又是我的死对头，快跑！听着，只能迷宿敌，白痴哦，卡了一下 啊！我的半死。哎，宿敌，他妈的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每次熏香点下去的瞬间会卡一下。你可以出来了吧？不是走了吗？还没结束啊，连杀、啊！还没吗？哦，会连杀、啊，好烦哦！晚点给你们看看画面，你看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理解到宿敌是什么一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怎么没了？每次去露营地，
赚钱都是这样子。冰箱烧下去，哎，掉了。五了。就凉了。对。对，是。没了。欢迎啊。哦。啊哈，你魂啊，没有了。不漏不漏。英雄啊。有点阵就不会是迷魂了。你听不懂开玩笑、哦。不好笑。多西，好好好好。多西，你怎么没了？冷静。不愧是我的死对头。真的是死对头。请等下关台以后给你们看他画面。我自己触发，我自己还是会被吓到，那个灯太大声了。发什么？这个、啊。你说啊？灯？这个、啊。你没看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要、哦、要走这边是不是？去才可以看到。去测那个门。哦。老师会靠近。灯太大声了。为什么你好像还没上来过，对不对？有，我上来过一次。有一次哦。我屁股撸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好像对不太准。感觉会奈斯会先上的。奈斯上得来啊。嗯。对啊。欢迎。怎么凉了？怎么到？你怎么凉了？而且我已经提前按了，他就给我卡，那不感觉就是下次如果是看到范影的话，不能翻进去。嗯，不是不是，不能翻进去，不是卡啦，我知道。可是总觉得凡是，我觉得总觉得幻影对你的击杀力好像特别高。妈妈是因为在那个啦露营地真的死在他手上太多次。你看，叉耶摩洛伊我都溜得了，掉幻影溜不了，好气哦。无形之刃最为致命。好啦，你们知道关台了。那一次也卡不上来了。你怎么卡不上去啦、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现在卡不上去？上不去。我卡上来三次了。好啊。感谢粉丝。好，谢谢你卡过两次。感谢奶酥，感谢老板。耶、yeah ！感谢大佬。辛苦了。第一次，你看，真好了，我们去安妮那边玩玩一二 Switch。One to three， 好啦，说拜拜。好啦，还有活人的话，快点，我们赶快讲完，赶快就过去。好，没人。各位死人呐、啊，好啦，雪莉拜拜，拜拜。哎、欸，露诺，露诺，这位芝芝就是那两天在陪我们打的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位芝芝。明奈晚安，拜拜拜拜。蔡丁，哎，蔡丁丁，再见再见，当兵辛苦了啊，再见再见。好啦，
没人了，我们就过去吧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等一下应该在那边玩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。